希望可以来碗热腾腾的龟屌酱。难道是神明显灵？老板，你不要跟我讲这里是卖龟屌酱了。对，真的吗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magic？ Yes， 龟屌酱，走，走。今天来到的是达曼盖亚，店名为正宗果条仔的果条仔。这里的果条仔是老板和老板的西服两人携手打造，有着客家血统的背景，却选择用潮州式的卤汁来呈现我们这道新山独有的果条仔，映入眼帘，各种配料就摆在桌上供食客选择。自助式的选择方式，要多要少都跟随你的心情和食量自己来决定。依据美食条规的其中一大定律，新鲜食材，所有配料也当然都是每天新鲜准备。颜色相较于其他家果条仔来说偏黑的汤底是这间店的特色，也是整间店的灵魂关键。哎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黑汤由十几种药材长时间熬煮而成，成为果条仔的汤底。而这锅更黑更浓稠的汤汁是由汤底加入药材和其他调味料形成，用来烫煮上桌前的肉类等食材。用这锅烫肉汁再加入几种药材再调味再勾芡，才呈现出这卤汁用来淋在上桌的配料上，所以说这锅汤底是镇店之宝，一点也不为过。我们把它加大量水，就是说我们重新调味了，就是汤汁把那些肉烫少，烫烫汤味道不够，我们要还要再重新调味，把这个汤变成更有味道，鸡肉鸡肉不够有味道，要经过这个汤汁弄烧了才会更有味道。不过我师傅出来过后大家再研究一下，然后就把这个汤改良成更有味道，做点一些肉就会味道就比较浓。我们的鸭肉是起好卤的，也是用药材来卤的啊，所以跟卤那些大餐的味道不同，这个的味道比较重一点，因为我们鸭是用药材来卤。师傅你应该很尊敬你的师傅。对啊，做师傅啊。他很快就要退休了，讲他脚痛就做手术，不让他来跟我一起把这个大牌发扬光大。谈到老板师傅的创业，当初师傅也是从一名果条仔的食客变成钻研果条仔的厨师。以外地人的身份品尝了新山独有的果条仔以后，师傅钻研出自己独特的风格，以中药汤底和卤汁来呈现这一碗碗的果条仔。在这样多盘菜肴当中，你猜哪一个是我们的镇店之宝？其实是这碗偏黑的药材汤。这药材汤呢，加入了十几种药材熬煮而成。哎，为什么我讲说它是镇店之宝呢？因为哦，当它加入了调味料和其他药材以后，它就变成我们老板刚才用来烫肉的所谓的哈贝水。哎，再加入其他药材和调味料，在勾芡以后，就变成了这些卤汁。所以我说，这个是我们的镇店之宝，一点也不为过。来，喝一口。
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，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不清影踪，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，为了理想谁人都可以，那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，可第二季，我们用第32集再次跟大家短暂告别。人因梦想而伟大，希望大家的梦想都能海阔天空。出来要玩 ending 了，我会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